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今晚我的心肝来，就等下你一个人，你一定会记，你若是快乐。你若受伤，我会比你更加艰苦。现在嘛，应该嘛在困啊，没有代志。安尼就好。对了，顶回陪恁爸妈吃饭的代志，阿姐嘛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我已经跟我妈讲过啊。不过阮爸最近较无闲，可能无时间去啊。安尼哦。嗯。是讲嘛不要紧啊，非得以后总是有机会对吧？萱萱，早点休息哦。晚安。晚安。不是迄王武刚的后生嘉伟，进来啊！今天你哦，哪会较晚哈？安怎？是不是病院的代志有较侪哈？是啊，今天就忝的，我先来去洗身躯啦。嗯，好。晚安，晚安。怎么等啊？是安怎样？是不是学校出什么代志啊？哦，无啦。阿萱萱呢？拄好早起一脚玻璃门，即摆伫咧房间啦。哦，我来看。等下等下啦。啊，你若有啥物话要甲讲吼，明仔载再讲啦。我看伊今仔日敢若足忝的，互伊较早休困。哦。啊对啦，啊你敢毋是讲萱萱迄个男朋友的爸母陪约咱食饭，还是倒一工？我明仔载啊，你毋是讲你无闲？是啦，我本来是无闲啦，啊，不过我就想讲，既然对方遐尼有诚意要甲咱见面，咱也袂当失人的礼啦。
嗯，阿明仔载我跟你做伙去。嗯，放袂落心哈。哦，拄则一入门哦，看你安尼，面手怪怪，袂放心咱查某囝。对啦，即马吼，逐工看咱萱萱来伫咧谈恋爱，无亲像较早甲你塞奶，食醋吼。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我做啥物错啦？嗯，啊明明着有，佫袂承认。放心啦。 迄个佳伟吼，我看佮伊几落届，啊，虽然讲吼家庭背景有较复杂，啊，有一个亲老爸，佮一个养爸，啊，毋过即个囡仔吼真捌代志啊，啊，嘛真有礼貌，算讲有家教。对啊，伊讲伊个爸母要约咱食饭，是伊个亲老爸，还是伊个养爸啊？啊，对吼。 我无问诶，啊，萱萱嘛无甲我讲。哦，我看安尼啦。啊，既然哦，你讲佳伟着转去伊亲老爸遐，啊，无到时阵着约伊亲老爸来甲咱见面啦，好不？好啦，我再叫萱萱吼，甲咱诶意思甲佳伟讲。嗯，巴肚枵吼，我煮宵夜互你食。好。 刘娜，迄地泡饭呢？地草卡你绑出来哈。哎，等，刘娜，来，你看咧，马今仔穿安尼好看无？即束会伤少无哈？袂啊，那会少，就好看诶。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安尼即束诶，即安尼乌白吼，看起来毋知感觉敢若伤过凊彩。我敢有需要来去换一束？我也是来去换一喜酒迄束哈，迄束看起来较喜气。免啦。啊，等吼。 大伟因爸爸毋是咧毋捌来咱家吗？咱个比例，我来较紧张无哩。哎呀，紧张哦！你才知影，我当然比例有较紧张。虽然讲大伟因爸爸来厝，啊，毋过即摆状况无共款呢。哎呀，我咧紧张哦，我是咧紧张讲大伟因爸若来厝的，啊，毋知要搁开什么条件，啊，毋知要搁讲什么代志，毋知挑工甲咱刁难无？我是咧替你分紧张的啦，哎，我都因若讲我毋知要安怎应你咧。 也无发生安尼哦，啊！你着安尼乌白药，哎，没有，这咱两家呢当作平常家庭安尼来往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啊，若讲有啥物要发生冲突的时阵哦，咱也毋是知影讲啊，对方是啥款想法啊？好啦，安尼哦，安尼自然着啦。好啦，较轻松的。好啦，好啊，唔招待你。好，我来放电哈。好啦。 阿姐，你来啊！来，请伊坐。对啦，阿爸，这成功是出来电工食品啦。哦，对啊，客气哦，人来就好啊，讲安尼。来啦，这无啥啦，就点点啊意思尔啦。啊，那无看到弟弟啊？啊，弟弟吼，阿弟我都叫丽芳陪出去佚佗啦。弟弟去佚佗啦。啊，其实进前哦，丽芳有带弟弟来阮家啦，互我甲小可看过啊。哎，阮拢真介意弟弟呢。 嘿，弟弟今日若有滴吼，一定加做闹热的。哦，啊，这王爷，这王爷，有囡仔伫个吼，是较闹热啦，吼。我做，敲着电话，叫雷锋出来。哎呦，我卡电话雷锋啦。唔免啦，安尼哦，雷锋早来早去，歹势啦。哦，是啦，安尼想麻烦啊啦，后回哦，阮才特别来看弟弟就好啊啦。哦，好啦，这地吼。 是阮咧大竞赛哦，对迄东部运动会也摕转来，袂歹哦，啉看卖，哦，啉看卖咧，多谢，多谢。
看卖咧啊！好，真棒！哦，厝边袂歹哦，安尼啊，袂歹。过去哦，我都反对大伟甲来混做伙啦，啊，都造成两位的困扰哦。啊，今仔日我来特别就正式吼，向您回一个实礼。啊，好啦，唔真是唔同安尼讲啦。啊，听你即马即句话意思，你即马你唔着赞成。 温丽芬甲大伟因两个人会当正式交往，你同意袂？两个人到底哪样？啊，是是是，无唔对啦，前后伊即马是完全接受丽芬甲弟弟啊啦。哦，对。哇，那是讲，目前，你敢有阿有什么想法？你出去讲话去。哦。大伟甲丽芬做伙吼，我无意见啦。嗯。 阿丽芬要甲弟弟留伫个身躯边照顾，啊，这是母仔囝亲情，我也无啥物好反对的。不过咧，我是烦恼，说弟弟毕竟是北京方面亲生后生，这北京囝真论是永远切袂离的。啊，你都表示吼，这北京人以后甲丽芬啊，也是有够差的。诶，上歹势啦，我一定要保护阮后生，哦，所以我毋才会甲问题哦先讲出来。 诶，毋知影林校长，你认为应该安怎解决这个问题？哦，无啦，吴先生，你即马烦恼这个问题吼，我嘛是共款啦。哎，咱做人的时大人吼，总是为着家己的囝儿时生吼，会替伊想较济啦。啊，我会当甲你讲吼，这皮筋龙吼，定定有要来看弟弟，但是我拢甲挡起来，我无要互伊看弟弟，我怎啊甲赶转去？ 啊，搁有吼，我嘛交代阮丽芬啦，都尽量吼，即马都阿麦甲建龙有啥物交叉啊，啊嘛麦有建龙吼，甲即个弟弟见面啊，有啦，即代志阮拢有做啦，所以丽芬甲建龙将近以后全部告知无啦，你免烦恼啦，哈。我安尼是真好啦，啊，不过啊，林校长、林夫人啊，歹势啦，啊，前方哦伊会提出即个问题，啊，这嘛是不得已的，啊，其实吼，讲来讲去。 嘛，见面哦，会当这么顺利，安尼我就真正会当放心啊。丽芬，你在想啥？无啊。哈，你哪会这么老实哈？丽芬当然嘛在想恁要结婚的代志。 即马顶个代志吼，终算是定落来啊！啊，搁再来吼，就是佳慧的代志啊。丽芬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佳慧嘛要甲迄女朋友爸爸妈妈见面。佳慧有女朋友啊？是啊，啊你唔知影？啊，伊哩拢无机会甲你讲啦。哇，遮尔紧，就要甲对方的爸母见面，阿姨，你一定真介意这查某囡仔吼？是啊。 嗯，那无我满意，连你阿伯嘛足介意的。佳慧代志佫讲对我遮来做。嗯，无讲毋是啊，敢讲你对迄个小护士无满意？啊，原来佳慧女朋友是咧做护士哦。是啊，阿姨的家庭背景真好，听讲因爸爸嘛是做校长的。校长？没有。是啊。 而且甲你同款哦，真善良，啊，不仅捌代志，啊，上加重要的是，佳慧真介意这个查某囡仔，啊，而且哦，这个查某囡仔不管佳慧对，啊，所以哦，我真正就希望因两个人会当做伙。爸，
既然你等一下嘛无代志，你就跟阿姨做一起啊。我去是要做啥？我若去哦，王五刚民族要排列队。这点你放心啦，我都已经跟佳伟讲过啊，讲叫因爸爸卖去，所以你放心啦，今生伊袂出面啦。爸，王五刚无去，你就凭家陪阿姨去啊。但对方的爸妈哦，拢会教。阿姨这样去哦，太孤单啦。而且哦，你若出面哦，人对方会认为咱真慎重，安尼对佳伟印象会搁较好。前方，你都陪我来啦。我迄天佳伟回去咱家，就是咧甲你留卵啊。你得给佳伟一摆机会嘛。佳伟家己无来邀请我去，我去是要创啥？哎呦啊！做好事无邀请你，啊那无，我先做妈妈邀请你去好。好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去啦。哎，我是陪你去的哦。好，我知你是陪我去的。无你就送丽芬回去，我跟恁爸来哦。哦，好。啊，小等我接一下电话嘞。喂，啊，嘉伟啊，啊，我已经到位啊，啊，我。啊？啊，安奈，熊熊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。好，我还没睡够。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！我到头拄啊，佳慧打电话来讲，迄对方的爸爸妈妈希望会当甲佳慧亲生爸爸见面啦。所以，今仔这也无啥啊，问题我本来都无想要去嘛。既然对方都爱往港去啊，我都免阁压去啊。前方啊，是你啦。不要紧啊，我去给你边啦，走，给你边。好啦，啊，大伟啊，无恁那边先送恁爸爸回去。好。啊，前方啊，阿婆我来哦。好。啊。阿姨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是的啦，早知影哦，我就卖过来你去。梁金啊，我知影你是好意啦，啊，不过今仔日在场面哦，本来都不是我应该去的，所以啊，人就袂当太过贪心。既然拄只已经去过离婚的厝啊吼，啊，这摊大王有讲啦，啊，无代志啦。来，大伟啊，咱先上离婚登记，来，开箱开箱，好。庆幸，怕看起应该无成兄弟了吼。爸，你还讲老实话啊？对。我真正袂怪你，你穿啊安尼呢。啊，不过我讲实在，你安尼穿哦，真正就会漂亮。我该叫我管的。爸，是的啦。进前哦，我超过伊阮妈哩，甚至无希望你来。请你不要计较。我来你讲，今天你会当来，我已经做欢喜了。好，放心，绝对不会浪费。啊？是吧？你看我身上要多少嘞？讲真的啦，只要你跟这萱萱，你当然继续交往落去啊，两个人真正互相依赖哦。对啊，做欢喜啊。
妈，哎，张伟，这是好。哎，小华，你看今天请了你有进行了，应该是被个叫来闹去了。哎，你妈，你搞看啊！我今天来这是那个新村老伯，特别邀请我来。哎，邀请我来干嘛？一个大叫，伊也邀请我来，要是跟我是老婆朋友，对吧？是，你讲了对。嗯。明天哦，我会兼讲两句啊，免得拍歹人对嘉伟印象。哎，放心啦，放心啦，嘉伟是我的好生意，对吧？不管是做啥，我拢绝对愿意。而且我工作等来，我跟这萱萱早都已经熟啊，有啉过啊呢。讲的我那不离啊投机啊，无问题啊。明天来到位吼，拜托你，较注意一点。哦，哎，萱萱，哎，啊，来，哎，拍摄拍摄，好，您在请供哈，来，这，来，请，我先给介绍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就是我妈妈。你好，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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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啊，边仔这位是我爸爸啦。哦，王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嗯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坐下，坐下。嗯。萱萱，那么快就领爸爸？爸，小蛋仔也来啦。是啊，真歹势吼。萱萱，你爸爸吼，还靠有淡薄仔代志，会较晚来啦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那所长，今摆是不是要出差啊？出差就啊，无小弟，有个外人还未来。莫紧莫紧，等吼，应该哪等哪家啦。嘿，啊，不要紧啦，也是听候校长哪家演，安尼较未失礼啦。哦，系啊系啊，今摆大拢未要，莫紧啊。小弟来出差，要有个经理交代者，等你出差的时阵，先煞灌一罐上好的酒，知无？是。真实的啦，啊，阮先生就是安尼，那一无闲吼，拢会袂记时间呐。哎呀，查甫人拢同款啊，为着需要在外国咧走动咧拍拼，啊，拼来拼去，拢是为着啥？为着家庭，为着保健嘛，对吧？会当体谅啦，亲像我无讲也是同款啦。你讲我一日干嘛，拢在外国咧走？对啦。哦，我恁阿爸，来，大家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再来。多谢多谢。来来，感谢感谢。哎，就参照我头先所讲的哦。校长夫人呐，我今仔真正足欢喜的，会当趁这个机会跟你认识。无啦，你莫安尼讲。我真正足介意萱萱这个查甫囡仔，哎，骨善良，骨热情。啊，我是听萱萱讲，因爸爸是校长。啊，无怪啊，这尼啊好家教，才会教出这尼啊好的查甫囡仔。无啦，是你唔甘遐，唔想过学路啊！哦，你都唔知影，平常时哦，性地若夹起来，啥拢挡伊袂掉。所以佳慧啊，啊到时阵哦，萱萱来发性地哦，你都爱小让伊一下呢，吼。阿姆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其实哦，我的脾气比伊较歹，性地也比伊较冲动，所以哦，萱萱就要多多包涵。好听好听啦。其实我感觉吼，因少年人斗阵，个性一下上较重要啦。啊，你唔通看嘉伟安尼哦，迄自细汉个性还倔强嘞，啊，唔知我这代志好足烦恼个呀。哎，少年人就是安尼啊，做代志吼拢足冲动个啦。啊，人生的路吼是真长嘞，啊，做唔到代志这难免嘞，只要会当改过自新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啊。那安尼以后你是唔通讲佳慧气嫌哦？哎呀，袂啦，佳慧这个囡仔看起来哦，真捌代志，真有礼貌，你教了真好。无影啦，是你唔敢嫌。无啦，真正啦。来，请。歹势，我想我来。啊，进来，你来啊。
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阮爸爸。你好，张伟阳，啊，你不介绍一下？啊，阿伯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阮妈妈。你好，你好。那这位是阮爸爸。你别介绍，阮早就已经熟识了。我唔知影讲你就是萱萱的老爸，告诉我啦，早知影讲你是萱萱的老爸，安这件代志就真好办啦，对吧？吼，来啦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坐坐坐。王先生，哎，啊，你是讲什么代志就好办啦？对我讲迄个好好迄个家庭的代志啊，对吧？但起码既然知影讲这个萱萱跟阮家伟哦，伊两个是男女朋友在交往。所以咧，我是感觉你这工地是不是应该都归，哈哈，帮我来负责了，啊？我讲过啊，一切拢照好好的规定去啊。蔡校长，你今麦这是？啊，进来嘛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啊，是安怎？你跟嘉伟因爸爸有熟识？佮讲甚物工程啊？到底是安怎？我唔是跟你讲过啊，有一个龙马真嚣掰。来好好恐吓我，讲要包工程，对啊，迄个人就是你。千万唔通误会哦，我不跟你恐吓咯，咱这代志讲个清楚。这做生意，生意人本来就是安尼，比较会用淡薄仔手段。我可是讲，知影讲你是萱萱的老爸，我哪有可能对待安尼嘞？所以今麦等下只，来，我给你回去嘞，拜谢。你跟我开始嘞，哦。啊，蔡校长啊，请你莫甲嘉伟爸爸计较啦。啊，伊着粗鲁人，伫咧外口包工程，啊，讲话着较难要恁兄我弟。啊，若有啥物所在得失你吼，啊，当家甲你认识你啦。我甲伊毋是朋友嘛，毋是亲戚啦。伊是做啥物代志，需要我管。爸。萱萱，你即摆看清楚伊的真面目啊吼！以后，看卖跟这款人有啥物交叉啊！阿伯，这件代志确实是阮唔对，我伫遮，搁甲你回实的，请你唔通计较。哎，蔡校长啊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你若是要完全怪嘉伟因爸爸，拢无要紧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希望你唔通阻挡因两个少年人做伙啦。无啥物通我讲的啊。我是校长，伊是兄弟，本来就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根本无需要实在。爸，真难忘，你哪里讲啊？蔡校长，你今麦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是看不起我对啦？金星啊，莫安尼啦。无是要安怎？嗯？爸。爸，或者是你跟阿伯误会啦。你得好好讲啦，无啥物通好讲的啦，赶快等，起，爸，起，阿伯，进来吧，爸，进来，进来，进，哎，起来吼，起来，进来，你甲看卖咧哈，这什么态度，校长呢，比兄弟人较不如，啊，你还佫为他讲，拢是你啦，一件好好的代志，互你不干呢，即摆你欢喜啊吼。到底是对了唔对？我做生意，生意人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只该偷个歹伊，我好处要给伊啊，伊家己歪滴啊，对不？这个代志，伊搁较正牌，伊是怪，伊怪巧，伊是怪安怎啊？莫名其妙嘛，这真叫做莫名其妙啊！好啦，爸，嗯，人拢已经走啊，我啥物好讲啊？嘉伟，嘉伟，恭喜你啦！
总共一句啦，我无可能和恁两个继续来了，你以后莫阁去找伊啊。爸，你安讲就无道理的啊！我之前跟你讲过，是你甲妈拢无意见的，我才约因爸妈出来跟恁见面啊。今日当场跟人冤家。萱萱，迄款内行恐吓要包工程的龙嘛，我哪可能嘛招金金看我的查某囝跟伊做伙啦？不怪你今日主动讲要去，原来是头家要人歹看的。无唔对啦，安尼才会当面对面做一届，甲话讲好清楚啦。嘛有你甲你妈看清楚伊的真面目啦。真正啊，我对迄个社会背景我都有顾虑啊。我是唔敢看你伤心，我才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啊，而且你妈佫讲迄个社会袂歹，真正有礼貌，我才会勉强来答应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想袂到啊，因爸仔是迄款人嘛。好佳哉，天公伯也有目睭啦，予我去拄到因来互我恐吓。啊，若无，也毋知要因骗到甚物时阵呢？爸，我早也甲你讲过啊，嘉伟因爸是乌道，啊，就伫包工店、开酒店的嘛。啊，而且嘉伟正嘛伫生技公司上班，甲因爸的需要完全无共款啊。哎呀，是啦，竟然嘛，你嘛较冷静诶。啊，嘉伟因妈妈拄则嘛有甲咱讲着话啊，真正是有家教啦。这二十多年来，伊拢嘛跟在伊妈妈身躯边，这囡仔吼袂歹去倒位去。啊，就算讲你对因爸爸有啥物意见，你嘛卖这么紧，就甲人点油做记号。恁拢唔知啦，今日王五港第二届来好好威胁我的时阵，嘉伟嘛有来，亲像迄款人，你搁讲伊袂歹。爸，我凡事是爸逼甲伊去的啊。哎，伊既然去啊，干毋免替因爸讲几句话啊？爸，你若另外咧无适当，无我叫嘉伟甲因爸讲，莫去包好好工程啦。无来包好好的工程，就当将因所做一切拢糊糊掉。萱萱，你爱知影呢？这边是叫我当场拄着，啊，我无看到的，毋知有偌恐怖呢？因是毋是有太过人？是毋是有咧卖毒品？伊私底下咧从啥，你完全唔知嘛。所以这款人哦，你绝对袂当阁甲伊接近嘛。爸，嘉伟才甲因爸小林无偌久，谁对因爸做啥物歹代志啊？萱萱，那阵讲伊哦，即嘛是跟因养爸，有因老母甲顾的，安尼我阁较放心呢。啊，不过即嘛是跟因亲老爸，难免会受到影响嘛。爸。嘉伟真正是一个重感情、心肝足好的人啊，而且伊嘛是真心要跟我交往。你若认为安尼就做东做坏，安尼就无公平啦。萱萱，我安尼拢是为你好呢，敢讲你袂记得？顶边迄个 Kevin 就是因为你无要听我跟你妈的口角，啊，伊变得假死，敢讲你拢袂记得呀？爸，嘉伟代志跟卡都无共款，是有啥物无共？我看拢共款，萱萱。阮做父母的责任，就是爱保护家己的囡仔，袂当让伊犯着同款的错误啊！刚刚我就爱以为伊家己错哦，都要交别人注意哦。萱，哎呦，你哪就安尼啦？你要安怎甲萱萱弄无要紧，是安怎要讲起过去迄件代志啦？我安尼做都是为着萱萱好嘛。哎，哎，听袂你气啦，即嘛变啦。就算讲哦，萱萱哦会怨叹我，迄拢无要紧啦。为着以后，我绝对反对甲迄龙妈做伙啦。你看你啦，即马甲代志不干咧，袂受伤。我咧讲，免做遮好，哈？我哪知影讲有遐拄啊好的代志？我哪知影讲宣传伊老爸，就是我要去包工厂啊？诶，迄个校长啊，我头拄嘛个陪识个哟，也毋管伊先讲啥物啊咧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无担心嘛啥物事啊？读册人到高尚，啊看咱无得着。我毋是早都甲你讲过，叫你莫搁再行这道啊！我叫你莫搁甲车尾拖落去，你都毋听。好啊吼，即马真正去伤害着后生，安尼你欢喜啊吼？但我即马是去害着伊啥咧？人昨天校长是甲伊讲话嘛真客气，啊无甲伊大细声，嘛轻声细细啊。迄是这个校长家己跋心，伊超工要叫我去，伊主要目的就是要甲我洗面。
参照这种遐尼有心机的亲情，我看卖斗阵较好，是到尾咱咧啰里啰嗦一大堆哦。哎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嘉伟是真正介意萱萱，要介交往的。刷刷去，刷刷去，早已经来踢倒过啦。嘉伟，你甲看卖，看伊人扮，烟斗飘飘，阁有人缘，要凊彩交嘛有，敢差到迄个着？哎，你哪会安尼讲哈？好啦，爸妈，恁卖冤啊，好不？我相信萱萱回去了后，一定会向爸爸解释。你今日这番意思是安怎？你的意思是讲，你要搁甲这个萱萱继续来往？无唔对，我真爱萱萱，所以无论安怎，我无可能放弃。也唔过，这个老爸遐尼搞怪，你若甲伊做以后会足麻烦的呢，哈？早知影叫千峰出面就好啊。头拄仔伊都已经伫餐厅的门口哭啊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千峰出面就会比我较高尚。上无人是规规矩矩的生理啦，无亲像你，吼，足牛的，走去甲萱萱因爸爸咧大细声。好啦，妈，你又减讲两句，莫阁怪爸啦。反正今麦讲啥物拢无路用啊。不过今生我见过你哦，以后萱萱甲嘉伟代志，你还是较莫出面的啦，我来处理就好。这就讲我是啥物意思啊？无敢讲我真正遐尼个人缘啊？无唔对，你今麦才知影。你来了解咧，你嘛较拜托我所做，你千万是为着这嘉伟让我设想啊，啊你讲唔对？我今晚不跟你讲这呀！嘉伟啊，你放心吧，妈咪会想办法，啊。妈，你别烦恼我啦，我无代志。我妈咪先来走。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呢。讲真嘞，其实咯，萱萱这查某囡仔我嘛真喜欢啦。啊是讲，我是感觉恁两个若做伙哦，因老爸种态度，伊嘛知影对无？真歹剃头，我惊讲万一人真正以后结做亲戚哦，是到时吼，哇，真正日子我来真歹过嘞，所以我告劝你，唔通惊生活，嗯。谢谢爸，我有淡薄忝，我先等下休困啊。爸，喝茶啊。奇怪哦，阿姨去遐尼久，哪还袂回来啊？还唔知影因见面敢有顺利？应该是感觉真欢喜，只唔知影通要回来。阿姨，你回来啊？讲遮尼久，应该是真顺利哦。迄嘉伟一定真欢喜着。有今生伫咧，有啥物好结果？那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就萱萱因爸爸的学校要包工程，啊，金星就带嘉伟去共恐害。啊，今仔日到餐厅，两个人一见面，就派面相看。萱萱因爸爸佫讲哦，咱这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根本就无这个必要吃这顿饭啦。啊，嘉伟真正是有够无辜的啦。真无简单，才拄到一个遐尼啊喜欢查某囡仔，结果呢？
却因为金仙去受到拖累，一盏好好的姻缘，都安尼破坏了了啊啦！阿姨啊，代志哦，无定着，无遐严重啦。以后哦，咱当想办法慢慢弥补嘛，对。上好是会当安尼啦。啊，你甲离婚的代志真无简单，才有一点点仔进展。啊，即摆转我家伟这边有问题。啊，我实在是哦。唉，我是替家伟哦，感觉真可惜哦。这个萱萱实在是一个真好的对象。家伟的嘴是讲无要紧啦，啊，不过真正看会出来，伊的心内是足失望的。无用，我一定要想这个办法，一定要化开这个误会。好啊好啊好啊！哎呀，千万歹势呢，过来甲你教教，这一撮生意啦，要互俺去补身体的啦。多谢你啦，亲家。啊，是讲那得叫功夫。哎，这应该啦，应该啦。啊，进前哦，啊，建龙甲俺姐安尼吵吵闹闹啊，我这做大官哦，拢无伫关心家己的新妇，甲伊巴肚内因啊，安尼我较唔对啦。对啦，千万。我听建龙爹讲，伊要甲安琪离婚了。啊，我听伊讲吼，安琪要甲巴肚内囡仔提医生。无啦，我是咧想讲，咱这做爸母的人吼，慢嘛无希望讲看到这少年的安尼伫做啦吼。啊，是讲安琪若惊伊讲这囡仔生落来，会去影响到啊伊将来的幸福。啊，无把囡仔生落来了后，到阮皮家来饲啦吼。啊，看是要安怎弥补伊，阮要安怎做，这阮拢有法度啦。啊，甚至伊这囡仔有衰老嘛，无啥要紧啦。千万，啊，你也是做人的老母啦吼，你应该无希望看到家己的查某囝甲囝婿安尼伫个冤，甚至来伤害到一个无辜的囡仔，安尼敢是真残忍嘞？亲家啊，老实甲你讲，真正是我建议阮阿姊，甲巴肚内囡仔提掉。啊，不过我无料想到讲，我的私心，煞变成阮阿姊的压力。虽然阿姊伫个建宏的面头前，态度足坚定的，啊，不过其实伊的心肝也是足唔甘的。回来到厝，就安尼目屎准崩吞。伊根本就无法度安尼心肝掠瘫痪，真是去让囡仔摕掉。来生做一半枝，点点做你的。